娱乐转圈圈，明星快报报。大家好，我是祥子。世界观 News 讯，随着科技的进步，滤镜 APP 盛行，时下不少戏剧综艺节目都会透过滤镜的后置，提高了明星们的颜值，更美观一些。然而有一些明星有没有使用滤镜根本都没有差别。好像现年45岁的佘诗曼帆，近日被民众目击到现身武汉为好友贾乃亮的火锅店开张站台，在无滤镜的镜头下其真面目曝光，特别是他的牛奶肌皮肤超级白滑且零毛孔，生图状态非常好，获得不少网友激赞是真女神。阿娇同佘诗曼现身武汉为好友贾乃亮的火锅店开张站台，据照片可见，身穿绿色低胸露腿裙的佘诗曼现身武汉为好友贾乃亮的火锅店开张站台。身为家喻户晓的演员，当然所到之处吸引大批民众围观。在民众的零滤镜各种镜头下，佘诗曼的颜值完全在线，其肤质均匀且白皙，无瑕的肌肤晶莹剔透，即使将生图照片放大，亦根本在她脸上看不到岁月留下来的痕迹。事关超过40岁的女人，眼纹会超明显，但佘诗曼完全不显见，只呈现些微的纹理，脸上几乎零瑕疵的她根本是少女肌大美人，有没有滤镜差别都不大。另外，无论正面侧面还是仰后的角度照片，佘诗曼的颜值一样出色。而对比她在微博上贴当日的活动照片，明显其上贴的版本是有用滤镜，颜色饱和度明显比较强，但其实同名重影的照片差别不大，所以大家纷纷称她为真女神，根本360度随手影都一样好看。当日除了有佘诗曼之外，另一位女神阿娇钟欣桐亦在现场，是她被指爆肥后手现身活动。在节目上，她因脸孔肿胀一圈而被指爆肥，根本看不见她的身材变化，但是次活动她现真身身材曝光，惊吓不少网友。事关身穿花花长裙的她明显身材圆润，从侧面看更有肚突突的感觉，完全看不出腰线，同从前纤瘦的模样有好大差别。虽然阿娇变得丰腴不少，但皮肤状态是不错的，不少网友都表示即使变肥亦是美女一名，现在更多了一份可爱感。节目上的阿娇，影片截图编辑张一佳。这篇报告完了，顺手点个赞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谢谢。